Hello，我是早早。听说每天一杯百香果柠檬蜜啊，这个夏天就能又美又白，做一次呢可以吃上一个月哦，赶紧动手。柠檬和青桔啊，用盐搓洗干净。柠檬去籽切1/6小片，小青桔呢对半切也要去籽，加上百香果肉。再加黄冰糖，还有蜂蜜，搅拌腌制1个小时啊，直到冰糖融化，然后装进冰格里，或者是小分装盒子。最后呢，放进冰箱的急冻层保存，随用随取，非常的方便。我们这个呢，就能随时随地的实现健康饮料自由了。可以拿来冲兑白开水或者是气泡水，自制无添加哦，酸酸甜甜的。夏天呢，出门带上一瓶哦，不用再买奶茶喽。或者冲兑绿茶、乌龙茶，口感呢也是一绝哦。也可以搭配益力多，你们自由发挥喽。